Yea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伦君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说如何用 PS2 玩 PS1 的游戏。首先，这是错误示范。我们直接把那个主机打开。那这样是读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。首先，先把主机关掉，然后把那个光碟的盖子打开。打开之后，主机大概开机键按的2秒。然后这时候把盖子盖起来，盖起来之后它是跑出来这个画面，然后不要去动手把，然后快速按2下电源键，那这样就可以读出来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加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